今天是小长假，劳动节的最后一天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有机会呢来到这个奥克兰西部的这个奥克兰动物园附近的一个 Western Springs 西部温泉、西部泉水，我们当地华人一般都叫做鸭子湖的地方，我来看看。其实我是不会去动物园的，但我是在动物园旁边的这另外一个公园里头。因为我来的时间还比较早，9点多一点，没有什么人。你看，停车场还比较空空荡荡的，车不多。等一会儿呢，可能就接近中午就会人越来越多了，因为这个。不管是旁边的动物园也好，还是这个，鸭子湖，都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。我现在回到我的车上，我把买了，拿了一些家里的饼干过来喂鸭子的，刚才忘了拿了。啊，拿好了我的。喂鸭子的饼干，这就是公园的名字 ，Western Springs Lakeside Park。我们一般中国人就叫做鸭子湖。哦，这已经有鸟来了，喂点给它吧。哦，这边又有来了，看。那我就把相机架起来。哦，越来越多了。太大了，应该搞碎它。好了，喂几个。哎呦，越来越多了。这个饼干，哎呀，我走了，还有很多鸭子要喂。我怎么样去呢？我不要从这条路进去，我从这个小路进去。这个公园呢，非常适合一家人来玩，带着小孩子，因为有很多的鸭子、天鹅呀、鱼呀，可以看。这个公园我也来过很多次，以前来过很多次，都是带孩子来玩。现在孩子大一点了，他们也不大愿意来这样的地方了。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Circle friend，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，这样走吧。一进入这个地方啊，马上就感觉到非常的凉爽。当然，现在还是春天，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。
这里又有什么？我看一看。Motet Circle Friend， 往前面继续走的话，就到了公路边了。我还是从这里下去吧。Circle for friends， 朋友圈，有意思，朋友圈。好，在这儿照个相吧，给朋友圈照个相。我看看这些朋友圈都有些什么东西，大概就是这个圈。为什么叫做朋友圈呢？一眼看上去看不出来有什么熟悉的名字。好了，朋友圈看完了。我的正前方是湖水，我去这个湖水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哦，先看这个，这很有意思，看，好像是个戴草帽的老胡子爷，长胡子爷爷。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再换一个地方。顺着路往这边走。继续从这边走。这地方有个雕塑，以前跟小孩子来过，刚才被这个被这棵树都遮住了。它是这样的，它很可爱的，两个小孩子倒立着，脚朝上，上面另外一个小孩子在做体操。我看中间这个地方我能不能钻过去。哦，太小了，钻不过去。看完了这个，再往前走。哎呦，我一来这些鸟就跟着我来了，我还没有打开我的食物袋。那我喂一点点，我把相机放下来。
看这边来两个大家伙，哎，别吃我的相机哦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别吃我手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再见再见，还有很多要喂的，要照顾的太多了。这两个，你看我这一袋。这袋饼干都，再喂一个算了。啊，给那小鸟拿走了，看。好了，白天鹅喂完了，现在喂黑天鹅。这个凳子放在这上面，还放下边的，看不到了。哎呀。这黑天鹅太大了，很笨啊。你说是鸭子湖，鸭子不多，白天鹅、黑天鹅。对，我还是别拿在手里了。好了好了，哟，这才是一个鸭子，看那边有一些鸭子。哦，很，呀，湖面上那些鸭子都游过来了，可能看到有吃的都过来了。我从这里走过去。这是个很有特色的小桥，你看，但是这个水很脏啊。哦，严禁钓鱼 ，no fishing。你看，有没有鱼？那黑天鹅，下漂和这个好喝。
妈妈，蕊蕊，蕊蕊，看妈妈，蕊蕊，看女儿呢，看妈妈眼，蕊蕊，妈妈在哪里啊？不看了，看女儿呢，根本就不看，全看鹅，天鹅。啊，很多黑天鹅，这里又有，我都看都差不多喂完了。哎，这个走得很可爱吧，来喂一点吧，这么可爱的。咬我手，他也不吃你，他咬我的袋子干什么？哎，别咬我的袋子。这是看那个大天鹅去追小的在这个公园里走呢，你看地下斑斑点点的，这些都是地雷啊，不过都已经干了。啊，这棵树很茂盛的，看。这里更多，这里更多。这里地下有很多地雷，要特别小心。哦，吵架了。我打开我的饼干袋子，应该他们不会全部跑过来吧？试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好像在吵架。你这些黑的全部跑过来了，他们体型小一点。哦，这个来了，这个大家伙也来了。
哦，那边又来了一个黑的，哎，不要咬我手，不要咬我手。哎呀，这个家伙更高，看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把我的袋子都搞开了，这个白色的家伙。哎，我的袋子拿走。我过来，去别的地方再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很多，我去这里问一下。去了。啊，这里写的是，鸟类呢有充足的自然生成的食物，种子啊。谷类啊，是对他们的消化系统是最好的，比面包要好。如果你一定要喂呢，请在草地上喂。面包啊，食物屑类啊，不要掉到水里头去，因为水里边会产生细菌，也会让这些鸟类得病的啊。我刚才不知道，我还扔到水里边去了。还有很多要喂啊，继续往前走了。
哦，这三个鹅看见我来，哇，它太高了，我都怕了。哦，看这个很可爱的小鸡，哎呀，来很多大家伙。小鸡都吃不到，都给它一点小给小鸡吃。走开走开走开，好了好了，继续走下去。看，我一袋饼干都差不多喂完了。我还没有转一半，这个湖区已经把一袋饼干喂完了，保留一下。这里头搞了一点，哦，这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围起来的地方，啊，这棵树倒了，
这个树非常大，哇，这么大的老树竟然倒了。奇怪吧，这个树的下面有了水管了。这是下面是水管，把整个地面都给接起来了，这是很奇怪。哇，这个树哇，这个水太脏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地下，这地下，哇，哇，你看这地下，都是磷肥呀。哇，这条路，空气中一股臭味。今天呢没有太阳，天阴。天阴呢也好，就是不会太热。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鸟，可能是为了他们的关系吧。
这里最适合呢就是去外卖店买一些东西，然后坐在这个凳子上，一边看着湖水，一边看着这些鱼啊鸟的，一边吃。不少黑天鹅都在这里，看看着有人走过来，它就哦开始咬了。我沿着这个湖边走，前面是一个儿童小游乐场，可能我要把我的饼干全部要喂光了，我就在这里喂吧。攻击！其他的鱼看到我看到它都会来的。哦，这边我看看，哦，这个大家伙来了！哇，这个很巨大的。后边跟那个小鸭子上来，我过去那边，我看见他过来，我有点怕。没有了，好了好了，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了。这上面还有很多。我已经喂完了，看现在是春天，所以你看不少小鸭子，你看那是小鸭子，那有三个小鸭子，四个。这什么意思？
好了，把我塑料袋扔到垃圾桶里。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小孩子喜欢来玩的地方。我以前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也经常带他们来这里玩。中国人不少，那里还有一个烧烤炉，你看，电的。好了，从这里我们就出去了，就结束了。